玩玩喽。学个抠，哎呦我多兰剑武器大师，抠一下。扣一下，扣一下，扣一下。闪现 W 就接点烟瓶 A 死了。你以为你要生了，其实是我要生了。扣一下，哎，接 W，A 接红路扣，瓶 A。平的红路扣，以前我跟你们说这鳄鱼更恶心你知道吧，以前打武器大师更好打，红路军一上来平的接扣接平的，我满城征服者你跟我 A，红路口，哎呀，真傻逼！荒漠活夫，A 接扣，平 A，E E 走，来人了，扣一下。没来人啊，扣一下平的一走一回来，我看你能有几个亿跟我耗，打把柳接扣双断穿，红路 W 溜四三二呀，我掏死了，哎，来个皮牌吧，这武器大师还是挺烦的，这有意义这英雄可太恶心了，那一技能挺恶心蓝的，我们应该玩个火蓝我觉得好一点。哎，他怎么死了两把了呀？哦，黄子儿帮我杀的。不行啊，这把一定不能让那个武器大师太狂。谁是砧板上的下一块？
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控他的线儿。 抠没抠出来，差一点点。这武器大师是他们家的宠儿啊！我一看，干上我几波了。 打野干上玩中路干上，没完了是吧？ 我得吃塔皮了，这螳螂我估计还得来一波啊，来帮忙！哦呦，这游戏真难玩，干嘛呀？ 打峡谷去了，给我看看来，没打峡谷，没事，武器补刀是落后的。 他落后没用，我们家劣势局儿啊！他得交闪，哎，不好杀呀，没有人呢。 走不走？搁这儿吃经验呢？啊？你干哈呢？ 我操，这螳螂！我是真给你点脸了，我发现。
换了吗？赶紧出血手啊！哎呀，太难玩了，他妈无限抓不完，我们家还劣势，我天哪！我这一个打野还不行，还得加个中单，俩人一块抓，这让人头痛啊！太累了。多注意点的中路吧，中路没了就注意一点。没有退路了。嗯，来。跟武器打，记得要拉扯啊，不要跟他硬锤。慢慢跟他拉扯，哎，我咋死的呀？我怎么死的呀？这啥意思啊？没不瞅呀，我服了啊，我服了，哎呦天哪，这能死了？那死的不应该啊。把我塔皮都给我吃了吗？哦，好难。这死不死？差不多。队友啊，真难呐、啊！帮这么多波啊，这下路太往下路，你帮一波呀、啊，你说整个一孤儿，真难玩。那皎月又上来了，啊，不是皎月，螳螂。对面那皎月啊，就是一开始他是优势的，其实，他就硬帮着武器给自己帮崩了，你看吗？他现在比那小法师还少一级，中路塔皮一个不吃，就一直往上跑，一直往上跑，一直往上跑。来，给我帮着来！干哈呢？你咋的呀？
啥意思啊？我把这螳螂杀了，快点！你把我放……哎呀，那皇子刚才框完，解开呀、啊！你说你让我进去呀、啊？真能猜呀、啊！四个，我二塔给我拆了。回家吧，打团吧。二十秒有道。等一会儿啊，没有大招不好跟他打。干啥呢？啥意思啊？喊一下！哎呀，差一下没打死，有点烦呐。手下高地吧，高地没了，怎么没打过呢？我出个小反甲可能好一点。能打没事，他们能打过就行吧，看他们自己吧。就是我们打的比较憋屈，人家拆二塔，我们家连个人都没有啊，我们家没有人，我拆个二塔，你说人家家人。
边的资源还是可以。先晕这武器啊，千万不能让这武器，我进不去了，不能让这武器大师能杀得了人啊，一定不能让他杀人，先给他闪现晕了。好的，我这最值得庆幸的是什么，咱们这下路跟中路居然血来了啊，这是最值得庆幸的，兄弟居然且来了，把高地拆了，拆完走，有红 buff 吧，没有红 buff。最让我欣慰的是他们起来了，还好他们起来了。完事儿了，没还没发出去啊？那是什么原因呢？直接来个反甲。反甲出完出黑切十五，超神了，大龙吗？十三个倒霉土，扫一下，扫描有没有？卡莎打龙可老快了。打龙，干哈去了？飞下去干哈去了？挺会飞呀！这刘头今天你要能走得了，你可厉害了啊，刘哥！你给卡莎 W 啊？给我有啥用啊？干哈呢？薅着！哎呦，我射我射我！哎呀，射！使劲射！这给我射的！不先杀螳螂啊啊！不先杀螳螂啊！小王八犊子给我杀的漂亮！